我现在玩的是《守望魔界战记》RPG， 然后我的活动 PT 点数500万哦。哦，合计500万活动点数，然后一样记得活动结束了之前要留一点点数换体力药剂啊。应该还可以换好几天，如果他没有改的话。哦，然后想想我要换什么，这个应该会换起来吧，100个刚好可以升一只，升一次啊，升一只欸。然后150点也换起来，那这个灰石应该换不完啊，光这个就要300万了。嗯，我还剩多少啊？为什么还那么多？哦，我没有换到。哦，上次也是这个没换到，然后我任务爆掉，这样我收台再换掉好了。这样我还有120万，要换什么？换钱吗？钱要这样是多少？然后换起来花多少？剩下的就记得留一点换体力药剂啊，其他就随意换了。缺灰石也可以换一点这样。好，然后他这次有更新哦，那我应该还是流钻啊。听说这之后还会进普通石，不知道真的还假的。要进也是很久之后啊，如果有喜欢的就先抽起来这样。好像那个进游戏那个动画啊，我不知道哪里可以重看哦。对，没办法拍，还是其实我把那个缓存清掉就可以拍，还是也没有必要拍，那就这样好了。哦，觉醒罗萨琳哦。有一只蚊子。然后新增妖精族，这是干嘛的啊？来，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10月26、12点，讨伐战觉醒新增妖精族。那个讨伐战哦，原来它还会有新的。然后魔王巨塔的层数开放33亿，这个完全没去打。然后啥？新角色登场纪念，培养特别任务，这个在画面左边。要先看吗？他又开了一个任务，这个特别任务，里面就达成全部的条件之后，有一个四星的召唤券，应该慢慢用12天会达成吧。就是刷那个门的，这个召唤角色的，但是更新之前我就招掉了。所以可能要第六天。那这个异体，我异体还有，还有觉醒、魔改造、劝服存灵，好，都完成之后会有一个次新召唤券，然后还有一个公告，还是那个公告是上次的，我忘记是不是上次的。多一个白金召唤哦，火红马格纳斯。那这次一次开两个池哦，一个魔王池，一个白金召唤。登录奖励哦，这个还没啊，这个要29号。然后魔神艾特纳也是29号。哦，奖池要看一下吗？我都没有要抽哦。他这里有角色详情，这次不知道强不强。可能要去翻一个评价。配音是紫阳五人哦，这个应该蛮有名的声优。然后这是之前的，魔王池有，不是这池吗？这次眼馋。然后上次那个也有出现啊，就不知道是不是魔王池都会放一些之前的进来，可能去日版看一下是不是一直都有。
那这只就改一的话，初始 SP 加15嘛，其他我不知道抢不抢欸。好吧，有兴趣的自己抽一抽啊。听说会进普池啊，只是不知道多久之后才进。诶，这只没有进吗？这只好像没有看到有人说会进普池，可能不会进哦。嗯，好吧，差不多这样。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进，或是根本不会进。早买早享受这样啊。好，不管了，那就这样，先收台了。